罗马书第十章，弟兄们，我心里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以色列人得救。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因为不知道神的意，想要立自己的意，就不服神的意了。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。摩西写着说，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，就必因此活着。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。你不要心里说，谁要升到天上去呢？就是要领下基督来。谁要下到阴间去呢？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。他到底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道离你不远，正在你口里，在你心里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；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，必不至于羞愧。犹太人和希利尼人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。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由谁信呢？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但我说，人没有听见吗？诚然听见了。他们的声音传遍天下，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。我再说，以色列人不知道吗？先有摩西说，我要用那不成子民的，惹动你们的愤恨。我要用那无知的民触动你们的怒气。又有以赛亚放胆说，没有寻找我的，我叫他们遇见；没有访问我的，我向他们显现。至于以色列人，他说，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，